好的，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4号，这桃子没有用完，但是给你们看一个好东西，看到没？原本是2875万战力的，打到了一件造化的护腕，这个护腕刚好是闪避，直接加了5点几的闪避，原来4变成9.5了，特别牛掰。然后这个战力加多少？直接加了65万，直接到2940了。今天我们是123级，会解锁一个新的功能叫做神通，但是它这里要求呢很过分，主线要求我参加斩妖参加8次，我一点都没有，你们真低心，先把这扫一下。另外两个人一会儿在玩，我没有注意。现在啊，洗这个装备就是爽啊，一个字，但是也不容易掉啊。你昨天花了有一万多的这个体力，现在都花完了，这区好像就没什么人了。再等合符，你们谁厉害的告诉我这个合符是到哪天可以啊？运势，由于我们花了1万的体力，这里有23个签。我们的新功能没有看到啊，各位，神通需要等到明天才开吗？先图各位可以看一下，神通应该是在这儿已经开了，对吧？这直接可以先升级，这个是不是要等到神通的活动才行啊？这个东西加了25万的战力，就是我们之前花钱买的神通获取是在这儿补挂，先补一次。哦，神通20级解锁，图图粉丝已经上来了，这人1500万战力，他还可以啊，他还是在不断升的。我们这个异兽，我觉得不用打，随便打都是第一啊，我们就不用换器灵和功法了。首先，魔童这里面是最后一天了，最后一天我们至少也要把这天的力宝兑换完，这是7000的。大概需要14000的玉，剩下的玉我们能兑换的，有人说原金还不错，我们可以兑换一点，别的应该就不太行了。一手打完了，我们现在是第一，因为这个很简单，我们战力实在太高了，他们差别我们差别太大了。接着我们去玩别的游戏，也可以做别人的，但是需要等几天，先把巨灵珠搞了，可以抽50次啊，必出一个红色的，给了两个准的，芙蓉皇子和无畏圣锤，这个游戏正在勾引我继续玩下去，红的还是很难的，哇！鬼书妖精啊，这碎片、啊、给了一个整的金蛇瑶光，他针对我，一进来就这么，我也觉得吓坏了。先升2级，2000，哎，这不用换了，我们直接换闪避这套，我喜欢玩闪避的，直接3000万了，各位。那好简单，斗法天骄，你看弄完，我们的仙符还攒着呢。其实这个号后面如果谁买了的话，特别爽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先冲吧，12点之后应该不会出新的东西，咱直接就冲，还是魔童礼包。但是魔童礼包今天咱们就买这个乌龟，买下这个龟饰，最后这个648其实长期玩可以买，对吧？但是今天买两个328孝敬一下各位吧，你先充个值啊，两个328大概需要666吧，充一个。好的，各位结束，买两个428，这个应该是还可以的。来，我们现在升一下这个神通，120级才能有这个神通，不好升的。这里补挂的话应该又解锁一个东西出来了，哦，升到20级就多一次，相当于我10抽就多一个东西是吧？可以补纵挂，还可以补横挂，横挂又贵一点。这抽换身珠其实性价比不高，如果说今天要退游的话是吧？有一个换身的什么东西，哇，后面会给60个换身珠，越到后面越划算。我靠，这游戏设计的真的，它这个小心机。我们先抽吧，隐魂珠，哎，这个进化挺好的，有好多材料还没有用的。再前往下一层，红色随机器灵，哎，红色随机灵兽这个东西也是蛮贵的。它应该比这块扔珠要划算，迷失换人箱，这个还很好吧？快推油就抽换人箱子是吧？好，但是抽不到了，大两周那么多。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属性啊，我们这个闪避现在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一个地步，但是东西还没换上啊，最好是等12点之后再换。哦，下来了，闪避现在是恐怖的如斯的94，兑换一下这里的所有的桃子，留个14000的钻石啊。我们现在兑换这个原金，给它升到50，对吧？现在这号上的东西都是我们的，留14000的钻石啊，各位。原金兑换完，看能不能给他神通升到50级，能升到50级咱们就能抽了呀。哎，可以啊，各位50了，爽了，各位，我们横挂可以补3个是吧？啊横挂就没了，哦，不是，这个是要刷，用纵挂来刷是吧？左边相当于是刷新，然后他会给一个，右边的话有个橙色碎片，纵挂刷新，横挂就是把这两个都拿到，但是这种橙色的我觉得没有用，有整的再横挂。好的，谢谢大佬提醒，垃圾啊，我看到红的了，但是怎么没有，哎，要集齐20个才有这个神环，我们抽，哦，140要1000个这个龟壳它才能给我们一个，因为概率是 0.8%， 100次才只有 0.8 次会出一个整的，这个太难了。再去接着抽这个红色碎片，咱们要吧，整的才要吧，红色碎片不要。哎，两个红色碎片要了。哦，再抽一个，闪避
这是闪避有点菜啊，再抽一个要50，我靠，那这个好坑啊，这真你妈坑，除非是一个红色枕的，不然不值得。这些都是好多碎片啊，多几给几个枕的不行吗？你看我给枕的好像都是绿色的，这种这个玩的就没有什么感觉啊。吸血质保腰弹，可惜了，很了。这游戏总共氪了18000多一点，待会儿应该会上18500。哎，实心效果是，哎呀，72击持续免疫一次伤害，要实心啊，各位，奇门遁甲，哎，有一个红的，我今天算不算是赚600个龟壳？别着急，免费买买，月卡买买，领一下。接下来，咱们今天是升不了的，其实今天升19是有意义的，升18没什么意义，进328不划算，签到领取一下，哇，给了一个火狐妖姬和300体力。接下来就是仙缘，仙缘刚好可以领20的这个珠子，18块钱买一个啊，剩下的68，咱再冲100啊，好，冲100，战力第一了，是的，给800个桃子，走你，仙缘阅读仙缘领取，周仙缘领取，差不多了，我们的应龙今天可以出，稍等一下，啊，麒麟捕获一下。这个东西我们说了要做的，怎么就做啊？需要买15个，花一点点玉。主要是他现在没有给力活动了。麒麟的话去晋级一下，这里是抵抗灵兽，其实抵抗灵兽好一点。我们这里天山地宝先兑换一下，还差点，这个体力30还得买，这种体力还是比较划算的。来，再抽这个麒麟，运气好应该还能再给个红的。至宝的下装又是加了2的闪避。先激活一个，也激活了一个陈的，还不错。至宝的终于可以把这个披肩，该死的披肩替换了，直接加7的闪避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是120%的闪避了。这还有个128的，给500的桃子，给500的这个符，这个东西其实还可以，就给大家冲了吧。好，可能这个弄完就完美谢幕了。其实没有冲到20000，能给大家贡献这么一个视频，这么一场直播，其实我觉得还可以的。好，给东西还可以啊。周仙缘、月仙缘，这个游戏真的会玩。礼包可惜没有了，这个礼包划算的礼包是多搞点就好了。麒麟现在就可以抽着保底的陈奏，是红色的，给了个银翼神枪，这个游戏对我是真的好。哇，造化外袍给了暴击的，第一套能加多少？125万啊，终于又出造化了，加70万。三横杠他好像都没有打人了，他就是这个人被我彻底打退了。各位，这个人我一直揍他，他就是战力已经没有升了，这个人天天被我揍，本来是第一名的，就因为他当时很嚣张揍我，我天天揍他，每天都揍他100-200次，把他都自闭了，他就积分现在原先是2300分，现在变成1800分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各位的收看了，拜拜。